姑娘风车，有菜头柜，菜车那核桃，哎，有菜头柜，有，姑娘那核桃。赶工了，赶工了。哎，你动手在弄那个，我就你慢慢来，不要用摔的。对，要压平，要压漂亮一点。那刚刚摔你的黑糖枣，不是黑糖枣，黑枣、黑桃、核桃。可以王经理讲一个枣糖啊。那阿芳老师说这是他研发的枣糖，真厉害。嗯。这真实的，你看阿芳老师，全台湾应该只有他是做这种天然的。嗯，他喜欢做天然的东西，煮出来的东西得挺烫的，都好吃。嗯，他喜欢做天然的，而且他讲的很真实，他不会让你写不会，每个人都做到位给你看。嗯，然后一直讲解，一直讲解。问我们怎么会那么多人在写？没拦住，没有拦住。再来一次，家庭手工，记得要消音。哎，你看这个点，哎。我们要切扁一点，不是切扁一点，短一点，短一点啊！因为你切太短，我都没有地方包，这种前后都没地方包猫啦。对对对，这样子，你看你越切越长，没有地方包，很难切呢。嗯，不是很好切呢，包比较好包呢。你看我这包的也不好看，我也想切小一点，可是就是很粘手。嗯。它是很粘手，没地方转，太粘手啊，所以我才会很好切，所以想说切小一点。那你慢慢切，不急。它就是很粘手，因为现在多了姐姐帮忙，我也不急。这有什么好急的？你知道了吗？刚刚切的速度我可跟不上，现在多了一个大姐就还好，哎呀，刚刚好。变成我速度跟不上，没事，所以现在换我放心了。这是自己做的，这可以多吃一点，因为它是黑枣、红枣、桂圆，它是做成的。